大家好，我是 Annie Lee， 是 H&T 华信集团的一名投资顾问经理。做蛋糕是我的乐趣，也是工作之余的一种解压方式。蛋糕不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和环节，就像我平时对待我的工作一样，通过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，为他们量身定制出一套最佳最适合的物业产品，从而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回报。我认为房产销售这个行业虽然入门槛不高，但是要做得好，做得长久却不容易，要经得起无数次的失败和被拒绝，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。虽然过程非常艰难，但是当我看到我的每一个客户满意的拿到钥匙的那一刻，就像看到我自己的蛋糕出品一样，是非常具有成就感和开心的时刻。我对待工作就像制作蛋糕一样，注重每一个细节和环节，无论是在专业知识还是客户的服务方面，都会力求做到精益求精。像签订合同、收付款收据、购买户型以及客户贷款和交房材料等等，只要是给到我的任何重要信息，我都会做至少三份以上的备案。我的任务就是让我的每一位客户排除这些后顾之忧，让他们买得开心，买得放心。我相信只有细致到家的服务，一定会让我在这个行业中走得更长远。作为专业的房产销售，每天坚持阅读有关房产的文章，是我不断提升和扩充知识面的方法。同时，我也会定期的通过一些软文的形式，把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发布到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，让更多关注澳洲房产的朋友可以多加了解。我认为只有更专业，才能增加我们在行业中的竞争力。成功没有秘诀，只有方法。我是 Annie Lee， 我的团队是 H&T 2018年7月的冠军团队。如果您在房产上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与我取得联系。